A 大神指引珠呢？奶奶需要一把剑。No no. Grandma need five sword. Iron sword.Iron sword 比较像钢铁，如果只有铁的话怎么说？指引珠啊，赞！木温陪塔，爱心不会增加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啊。应该说我没有敲钟，所以爱心也不会增加。他们有干嘛的话，好皮。好，我终于可以回去了。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我刚刚只是在找指引珠啊。教堂，小女姐姐。嗨，好。难道我要复活公主吗？收集一点毛皮吧。往后跳，这个会麻，会混乱，我记得。有翅膀的猴子，好呀！毛皮五个，应该还行吧。满冰吗？不知道，不是啊，还是水啊？按住了，干！
不过应该他是本意，应该是我从高处流水下来吧。小徽章。呼。哦，习得挂啦。干两只哦，操。送那巴娜娜，死神太多啦！哦，还没，他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想要去玩，看我喜不喜欢。还是已经结束了。其实这一代的白金应该没有很难拿，记得上一代也没有很难拿，好像有一个设计图比较难拿而已吧。你们是活的没啊，慢吞吞耶。哦，还有那个魔法炸弹炸八个的那个也不好打，我觉得我那个解好久了，因为拖不到八只过来，好麻烦。哎，你终于醒了，希德，你是要让我一个人征战多久？其实我真的可以回去，我一直在恋战啊，算啊，我回不去啊，该回去了。奶妈加哦，奶奶加入你的团队。差什么？啊！啊，还在混呐、啊？他们都要等我回来才愿意照哎、欸。火焰剑，这也做不了。加加 ，Eddie 123 1036，谢谢追随。
欸，怎么也被放马铃薯啦、啊？大哥，马铃薯放这好不？也有可能是大姐，就是。然后你们这个放这里什么意思啊？放一个收纳箱，然后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放着。那我回去原本的岛到底会不会那个啊？到底会不会放在那边还我之类的？没试过哎、欸，靠北哦、喔！去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我在想会不会啊，应该是会吧，反正我先存档，不行再说。没有，他会等我回来。就是差一点点，然后等我回来这样。那旁边只有城门做好，旁边没有做好啊。哎哎，嗯，强制剧情哎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啊啊啊！太棒啦，完成了城门，终于像是个像样的城堡啦！这全都是仰赖贝吉萨还有其他成为创造师的人的。完成城门就能确保阵地，扩大阵地到此为止就行了吧？这已经名副其实是我们的城堡了。然后这有这道城门在，要术士的魔法攻击就到不了城内。应该也能有效地击退其他怪物。你所制作的带刺陷阱跟敌人护照就留在原地吧，可以用来防范敌人入侵，当然也可以在你喜欢的地方重新设置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做得很好，有什么想要的奖赏你尽管说。公主，不要公主啊，国王哪里有奖赏，这座城就连食物都不够啊。哈哈，对哦，总之莫恩布鲁克城完成重建，完成课题啦。我只有几个人有爱心。噔噔噔噔噔。没有了，有了。啊，真是漂亮，你很厉害嘛，我看成你真是漂亮。我先。国王就是讲到别。再存一次。嗨，大林。应该是会收在港口吧。好，可以，赞。那跳个屁哦！我先回去看。我要公主，我不要国王。
屋里进雪，觉得比进水还惨。哎呀，他竟然有这个哎，好扯哦！请问那些观众都是塑胶做的吗？是。哎，他就在这里等我回来，太可爱了吧！哎，傻小，习得嘞！麻烦，他不能做呀，应该可以做那个吧？铁砖。你也入 PS4 坑了，魔力水晶，哇！难道火焰剑是？火焰剑是用魔法那个做的吧？回去，呵呵，回来又马上回去，笑死。猪猪人，对，我刚想到了，Hey Sky Shine J。为什么你都喜欢用有角的 N？应该的应，然后还有经过夜晚的经，都是没有角的 N 呢、欸、？But I need to say that this game looks a bit interesting. Yeah, it's good. 没有，不是换字，你打错了、哦，从根本就打错了，是没有角的 N。魔法工作开，你看我也会往下走。对，哦，炸弹石。还要这样做，太神了吧！阿习德，换一下。
竟然有虎头，会输给一个棒棒。德，你在哪里？算了，我在这。哎。还要五把铁剑，先做一下。Hamburger， 这应该小麦吧？小麦肉要怎么？等一下，我要再次向你道谢，谢谢你制造的城门，那物品真的很厉害，你的力量很值得尊敬。但是我还是无法舍弃教团教会，信念是无法改变。又是信念，信念，信念，你这家伙很固执的。但是不用说，今后为了持续对抗教团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也不会去妨碍你们，请这点还放心啊。怎么，贝吉莎？如果想对抗强大的哈贡军，最好是守在坚固的城堡内应战，万不可紧追不舍，我用城内设备持续奋战下去吧。我要去把我的那个冰太久了，拿一下东西。没事，那个怕珍珠冰太久。佩西德，但城门也完成，那就去打倒包围这里哈贡军吗？你该不会是想等敌人攻打过来，偶尔干你的儿错啦，偶尔也由我们主动进攻吧，你去挑衅敌人，把他引到这座城来，如何？准备好了吗？很好，就是要这样嘛。就算把城门建造好了，光是建造还打不了胜仗啊！慢着，吉德，不要擅自行动。临时起意的行动根本不算是战争。啰嗦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要去结束这场战争。走吧，贝吉莎，跟我来。啰嗦。药草在哪里？我的药草难道用完了吗？不可能啊！药草嘞，五个都被我用完了。假的？不是啊，等一下。我的食物嘞？难道被带过去了吗？难道我食物被……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应该存在附近的吧？可以吗？被我放在这了吧？对啦，吓死我了！我怎么不见了？那这里有桌子跟那个吗？食物丢失记有，
那个看着不爽。有做东西吧，在那边。不知道能不能两个人用。不行。可能可以两个，因为之前同桌好像就有，应该是可以两个人用。拜托，主角什么都拿单手拿，超恐怖的。大型饭厅的奢华度上升咯。他们水井的话，他们会用。啊，可是他们不会有肉，对不对？哦，放在这里。要放就放食物啊。听为什么要有水？我没有，因为它原本这个地方原本就有水，我只是把它弄成厨房而已。我们去挑衅哈共军吗？连他们老大在内一起引出来。啊？什么？你问我怎么做？总之等着看吧。哎，你们这些白痴！哎，食人魔！啊？那些家伙是穆恩布鲁克的战士吗？你们很迟钝欸，不管是动作外观全都很迟钝。是你们老大是食人魔吗？嘿，不是啊，因为老大又丑又胖，所以小喽啰手下才会这么迟钝啊。啊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不管你就放肆了是吧？嘿，我就说嘛，不管是走路还是挥动武器，都闷到我还打哈欠啦。好呗！啊，抓住他！连城堡一直毁啦！好，等一下，总之先挑衅到这里，我们快回城里吧。为什么不直接开干呢、啊？嘿，等一下，看到了吗？那个食人魔表情，这样他们就会攻打过来了。等一下，希德，你们跑去哪？阿尼莎在找你们。哦，这摇晃是。敌人大驾光临啦！噔噔噔噔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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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干！喂，
都有人用了，我要出去打架 ，fuck you！ 你敢进来啊？你看我的这个棒棒上面有毒啊，被这个打到你们就我不会再继续悠哉进攻了，我现在就把这简陋的城堡给毁了。哎，不会他都不会咬到石头吗？趁机打倒迟钝石头魔大军啊！这家城堡的包围网应该就解除啦。奇德，你竟然挑衅敌人，把他引出来！我不是叫你别擅自行动了吗？你闭嘴，都打赢无所谓吧。虽然他擅自行动是个问题，但至今一直吃败仗的我们，没想到竟有大英哈共军的一天啊！我虽然舍弃教团成为创造师，但老实说，对于能否战胜哈共军，一直是半信半疑啊。但是现在这样好像是有可能，说不定我们能脱离必须持续战斗的宿命啊！真的缺角了，刚好发现。贝塔，我有一件事要郑重地拜托你啊！贝吉塔，先替国王办事之前，先来修复一下毁损的城堡吧。顺利打赢包围大军虽然开心，但也有能破坏坚固城堡墙壁的敌人，还真是棘手。Hey Snake。那么，贝吉塔，身为莫恩布鲁克国王，我决定了，我们一定要战胜哈共军啊！但是在士兵跟人民当中，应该还有人无法下定决心吧？所以，为了向大家宣示战斗的决心，我想请你制造一个能作为城堡重心的物品。可恶的食人魔在刚刚的战斗中掉落了这种东西，能请你用这个来做点什么？魔法火种石，我把我的希望告诉你，请你把那个希望化为实体，放在城门下做了记号的地方。罗德篝火，传说中的勇者。好哦，既然提到魔法，那想必就是在这里了吧。干错了，嘿嘿，一步。
个屁啊！这真是太棒了，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罗德篝火。各位，你们看呐、啊，这世界奇观。哇操！这里的血全部不见哎、欸，好扯哦。哇，这是积在城内的血融化，这也是罗德篝火的力量吧？没错，只要有这篝火，城内就不会再积血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而且幽谷力量涌现出来，毫不可思议，从体内涌现的斗志。这么一来，说不定也能战胜那个强大的哈共军吧。是啊，不该让战争持续下去，我们要战胜哈共军。立刻说的没错，我们要斩断莫温布鲁克被赋予的战斗署名，结束这场战争啊。好，动手吧，各位，今后的目标是打倒哈共军啊。已知用火，难懂。有被这个卡住。哎，话说我新的王座，国王，不如我就帮你更新一下王座吧，如何？大家的寝室。哦，从王座变成大家的寝室的靠杯啊！我怎么觉得这边其实是要打通的？然后在这边做个门，应该是进件室之类的。有拿到机关按钮了吗？还没。抱歉抱歉，你们继续睡。做得好啊，贝里萨，这下大家的心就凝聚在一起，接下来的目的就是击破哈共军了。但是罗德篝火还没完成，还需要王家文章啊。其实这已经是前好几代国王时代的事了，历史悠久的王家文章被哈共军给夺走，直魔率领的只是哈共军的先锋部队，后面还有很多强大的敌人。所以国王，你为什么要在门里面？只要哪天打倒此地的总督，把王家文章挂在篝火上，就能作为此地恢复和平的象征。打倒穆恩布鲁克所有敌人，夺回王家文章，在那一天到来前，还请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国王是叫阿婆铁蛋，没有，是阿婆铁蛋。房间最大200格内，那应该。应该没有200格吧。接下来既然都这么决定了，今天就先去睡觉吧，欲速则不达，明天开始就是真正的战争了。睡觉皇帝大，要是睡不着，我就亲自在枕边跟你畅谈穆恩布鲁克王家的历史啊。靠杯，要在哪里做大家的寝室？哦，习德又要做梦了吗？呼呼，罗德篝火居然做出了这么可怕的东西！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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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里安晚安。我还不打死你！你玩的好怕说故事哦。但这世界不过是一片虚假，无论是输是赢，终究会面临毁灭的命运啊。不过只要成为教团的手下，我就视你为伙伴，让你在毁灭之日能得救，如何？不是件坏事吧？是的，如同恶魔神官大人的命令，遵从自己的信念。哦，说得好，
那就在城内散播恐惧跟猜忌，然后压制创造们的力量。啊，间谍，打理他。不容许获胜，永远吃败仗。不能理解这里为什么会称为禁忌之岛。不过这座岛上的人还真是执着信念，那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会不会是阿尼莎呢？虽然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浅显易懂吧。如果不秉持那样的东西，就没办法持续战争。你呀，还真难得会说这种话，让人有点火大。我不了解什么是信念，但是贝里萨，我相信你啊。昨天的战斗也是，最近在我体内好像有股不知名的庞大力量。你还记得当我们跟露露一起庆祝被释放时我说过的话吗？要是我做出了什么事，你就使尽全力揍我，让我清醒。哈，我可是相信你，别让我做出失望的事哦。啊啊啊！贝吉塔、席德，你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啊。然后你们跟这里的居民似乎有点不太一样。我在听到创造师之中后，想起了许多事，然后知道一切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啊。你们或许会在穆恩布鲁克这里触及巨大的谜团，那是连我都不晓得的这世界的秘密啊。巨大的谜，世界的秘密。喂，胡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胡子，这对我这种穆恩布鲁克国王用那种称呼？别一下，那边有人声音哎。贝吉塔，过去看看吧。哦，他耳朵真好，不愧耳朵是尖的。区区胡子，切了我嚣张。拿去找阿婆。啊。那不是穆恩培塔的士兵吗？穆恩培塔遭到哈贡军。这地方有强大的敌人逼近了，还请设法死去！哇，这是能救吗？大哥，你在瞄哪里呀、啊？你以为要那真打偏嘞？所以我不是说让本大爷来吗？接下来就还本大爷咯。人类，你们是我们兽魔兵团的猎物，我们要慢慢把你们逼上绝路。哦，绝境后再玩到死啊！你太快就没意思啊！穆恩陪他反抗的人太少，我们正无聊呢。至少在我们飞行军团夺遍全身化为死尸前，得让他们活下来才行啊！好多。慢着慢着，让他们体会一下我们恶魔兵团的可怕，不然太无趣了吧。等破坏完穆恩陪塔后，我再烧光这个穆恩布鲁克啊。三兵团一定有四个人。哇啊啊，创造师啊，就让我们三兵团好好尽兴一下吧。哎，莫可呢？新的，这是谁？那家伙是怎样？为什么这个老人被打倒了又站起来了？然后那个人就灰飞烟灭了。哦，没有在后面，不好意思，没看到他。哈贡山兵团，我有听过他们的传闻，终于开始有动作了吧？管他什么山兵团还是什么，为什么不见了？只要一口气进攻不就得了吗？穆恩布鲁克这里原本就是蛮族哈贡军破坏欲望的地方，他们是在玩啊。我说过了吧，战争正式破坏的极致是
不容许战争胜利或败北的。开什么玩笑？那种事我才。啊！拖拖破坏之神。这个想法很好，此时正是你应该行动的时候。比起创造物品，现在似乎更需要破坏。创造师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变形差爷，可是如果还无法下定决心，那我就稍微助您一臂之力吧。习德，你不要紧吧？到底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兜夜突然痛了一下。他们说那个穆恩培塔在哪里呀？穆恩培塔位在这里往东北方过去的地方。我从这里过去打扰他们，贝塔就在这里等着吧。习德大哥，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啊。等一下，你们几个。可恶，臭习德又擅自行动了。怎么啦，在吵些什么？国王竟然跑出来了。国王，其实习德他带着几名士兵。哎呀，死掉了 ,QQ。救不了。管他三兵团还是四兵团，通通打飞。可恶的习德，面对哈贡三兵团竟然又擅自行动了。可是如果去救他，你们也说不定会碰上危险，这时候不能失去士兵们。什么？贝塔，就算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也要去救他吗？贝塔，我也跟你一起去，立刻也来吧。啊，好的。那我贝塔，你就跟阿尼莎立刻一起把习德他们带回来吧。好，看一下。所以我说你们为什么？你不是用马铃薯吗？为什么不煮啊？为什么不煮来吃啊？你们好奇怪哦。没有厨师吗？有吧，这个女生不是会煮菜吗？这奇怪。不过只有一个灶，真是也是麻烦。那感觉可以改建成两个厕所。去找阿伯，不过我也是要来这里，就是。第四个已经被我打死了。你带着五把铁剑，要跟我换十个金吗？那下次就请你带更加锋利的武器过来好了，钢铁剑是不是？早该知道。我要世界数字叶，好吧。正常的过去。好啦，香。现在晚安，欸。他怎么不带路了？
是因为我到了吗？好焦啊吧！奇怪。 怪物猎人，哦对哦，我忘记了，阿凡，60%，今天我也超帅的，一河的另一边就是穆恩皮塔，虽然已经没留什么痕迹啦。 上面看起来没什么东西，结果需要了。好吧，接过来只遇到血怪，还行。 到如今已经太迟了。 有火球，哦，太神啦！ 火球，看来贝吉莎30岁单身。 其他士兵死了是不是？啊，死光了！靠北啊！贝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叫你等着吗？把他们钢铁剑还来！这是大家都死了，他们是……这些人是自愿参战死去的士兵。 能死在战场上也是他们的夙愿吧。其实是被他最后的机会，然后他们死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所造成的。要恨应该也恨自己软弱吧。
奇德，你这家伙是认真的吗？阿尼莎，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，敌人从对面过来了。完了，我突然觉得阿尼莎不是间谍。他只是脑残了一点。敢用魔法啊。我敢。好悲啊。好多怪哦，好多挂！可恶，敌人也太多了。李坤晚安。再怎么打脑都会再冒出来，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啊！好惊人的兵力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要把人类玩弄致死，要把他们全部带走。嗯？哈哈哈哈。